诸位同修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我第一年当正式老师，刚好啊，我们会计室有一位小姐啊，她是处理每一个老师的一些资料还有薪资发放，所以我刚去呢，她就去找我拿一些资料。那我教六年级啊，在四楼，要爬四层楼来，爬上来都有一点气喘吁吁的。那这位同事啊，他要了我一些资料以后，走了几步路，突然又回过头来看看我。那我比较内向，你们一定要相信哈，有点尴尬。我说有什么事吗？他对我说啊，他说我看人家笑啊，从来没看过像你笑得这么开的。所以诸位同修啊，我们要体会到为什么佛门佛事一进去，我们先看到谁啊？重要啊，我们的微笑可以让佛陀脸上增光啊，是吧？微笑可以引人入佛门啊。假如你是苦着脸，学佛真好。你看我们这个叫笑脸迎人嘛。假如你是这样，效果差很多。你看那个元宝掉下来，这个可以接住哦。这个元宝掉下来会怎么样？我们要的是西方的元宝，往生西方的资粮。好，所以这个微笑啊特别重要，但是微笑也来自于啊礼德心安，礼德心安，万般将不去，干嘛争呢？你假如不争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那你的烦恼就去一大半了。好，那我在学佛过程呢，每一次听到某一段话，感触就很深。刚好在经典当中记载，魔王波旬呢，也去听佛陀讲经，所以佛陀的平等是时时处处做出来。为什么欢迎魔王来听经？我们看是魔王，佛看是什么？因为佛看到的是真实不变的本性啊，幻象它不执着啊。所谓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那我们看到什么？真的没看到，看到他的妄心的相续之相，我们又执着他的相。所以这个时候面对他，能不能提起真诚呢？提不提得起来就很困难。所以诸位同修，人跟人在相处当中，你的言语还没有出来，两个人有没有交流了？有啦，你的态度你的眼神都已经跟他在交汇了。所以很奇妙，一个犯了大恶的人，你注意去观察，他面对十个人，十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。很可能这个十恶的人啊，造恶的人遇到一个很有德行的人，他会突然变一个样。真是如此。所以问题不在对方啊，问题在谁？在自己身上。这个真相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
所以我们曾经也在课堂上讲过，有一只狗啊，冲进了一个空间里面，这一个空间的四面都是镜子，结果他一看呢，看到一只狗，马上就狂吠，就四面八方的狗都对他狂吠，他更是不甘示弱，继续吠，结果到最后啊，累死了，暴怒又伤肝，就是累死掉了。所以所有的人事境缘呢，就是我们心的反射。所谓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所以真理啊，要时时拿来关照，不能随顺烦恼，不然我们的整个时光啊就糟蹋掉了。要会用功，所以刚刚说圣往念则作狂，狂克念则作圣，所以圣狂之分在乎一念，一念之间。所以一念跟诸法实相相应，我们在一真法界，一念堕落就六道轮回了。所以诸位同修，什么是六道轮回？妄念相续啊，就在六道轮回之中。当我们时时贪念做主，已经到哪里去了？恶鬼道去了。我们一念愚痴在哪？畜生道去了。一念嗔恨，地狱道去了。所以不要想说啊，我们是这个生命结束啊才到另外一个空间，其实一念一轮回啊。现在人的日子啊，很多是生不如死，很煎熬。假如生活当中贪嗔痴炽盛，哇，那个日子很难熬。那种日子我也熬过，尤其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是吧？那时候啊，没有智慧，不懂得啊看因缘，明明就是因缘不成熟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哎，累了自己啊，又怎么样？累了别人，所以叫自讨苦吃啊，叫自掘坟墓啊，又自甘堕落啊。所以我母亲很有意思，她说你谈恋爱谈了两个月的流的眼泪啊，比你这20多年来加起来还多，惭愧啊。我们在掉泪的时候谁最伤心呢？不孝啊，大不孝啊，把自己的福分都折掉了。所以你看我都长不怕，这个福分就在一念之间就在增长或者消退了。不只是你父母在伤心呢，还有谁啊？多少关怀你栽培你的人都替你捏把冷汗，报恩都来不及了，还让那么多人捏把冷汗。还有啊，人啊太不敏感，看得到的还占少数，看不到的无量无边。佛陀说的，我爱汝等胜于父母念子。佛陀释迦牟尼佛他讲出了佛对众生的态度。诸位同修啊，我们在生死轮转当中有多少尊佛在成就你，您知道吗？无量亿。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于此正法
不能闻，以诚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信此事。恩啊，太重要了。了解恩的人，你时刻都不敢松懈，时刻生怕对不起这些对我们有深恩厚德的父母、佛菩萨、众生。所以这个四重恩呢，我们要从口头上啊进入心底，才能提起我们的勇猛精进的态度。所以人啊，确确实实要明理，不只是男女关系啊，不可强求。在我们推展中国文化的过程，也不可强求，要顺势而为。所以有没有障碍？有障碍就不是诸法实相了。诸法实相是什么？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所以诸位同学，障碍不在外啊，在哪？我们太执着了，一定要这个人学佛，然后旁边缘成熟的你都没看到。好，所有的精神都耗在哪？耗在他身上。然后你很累，他怎么样？他更累。所以时运不济，妄求无益，万法因缘所生。所以这里缘分不成熟，其他地方太多了。我们一年多走了十多个地方啊，所有的人对于圣贤教诲啊，那真是久旱逢甘霖，如贫得宝啊。我们到悉尼去讲课，讲了14节，这个袋子我这一次也有带过来。一开始去办的时候，他们的主办单位都很紧张，因为在大都市，尤其在欧美国家，在西方国家，要让一个人静下来听半个小时都怎么样，都不容易啊。很多大学教授上去讲20分钟就走了，结果是要他们一天要听5个小时，要从头听到尾，他们觉得很困难，而且又不是放假时候，礼拜五就开始上课了，他们想说来30个就不错了。所以主办的时候也是挺紧张的，结果后来啊挤进180个人，不包含义工，义工40几个，所以总共有200多个人听课，挤得满满的。其中有一个人，他是朋友介绍，他还搞不清楚要讲什么，结果开车一来，一进校门要收15块钱的停车费。哦，他很生气，还收费啊，校园里面要收停车费。他心里在想，假如知道要收停车费，我就不来了。所以诸位同修啊，我们要了解在这个时代啊，要推展正法，弘扬圣教，你要跪着把佛法送出去，这个叫客观情况。这一段话是从李师公告诉老和尚的。李师公说啊，我们这一代啊，是跪着把佛法接进来，你们要跪着把佛法送出去。为什么？先人不善，不是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。所以因为现在人没有孝道，没有师道的根基啦，
这个时候我们在高高在上，就很难和光同尘。但是诸位同修，只要你能屈啊，能真诚，能够啊，为了众生得闻正法所做的所有努力啊，绝对不会啊白费掉。当他真正看明白了，他对你会感恩戴德啊，他往后的学佛的态度啊也会相当精进。所以功不唐捐，我们要用一份真诚啊去面对。那我谈完那一段感情以后啊，突然有一天就问我母亲了、我说母亲啊，那一段时间我掉那么多眼泪啊，你怎么都没掉眼泪？我妈妈跟我说啊，假如我也掉，不就哭成一团了吗？你看母亲的心呢、为母则强啊。你看很多女性啊，还没结婚以前，还80几斤啊，都快不到80斤的体重啊，好像风一吹就怎么样。但是，一生完孩子，两只手臂变什么？很有力气啊，潜能从那里激发出来，从爱心，从责任。所以责任承担是成长的开始，相当重要。所以你看母亲念念为儿子，所以他要审时度势，这个时候不能哭，纵使自己还是很难过啊，也忍下来。突然在跟我母亲这一段谈话当中啊，我若有所悟，说这一场恋爱没有白谈，终于谈明白了谁是真正爱我的人。谁啊？那谈明白了。爱啊，是念念为你着想才叫爱。不只对母亲谈明白了，跟佛菩萨也谈明白了。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呢、睡觉都睡不着，就心里很郁闷，人强求实在太痛苦了，所以就站起来啊，站在三宝像面前，自然而然就跪下来了。跪下来以后啊，就哭起来了，也不知道在哭什么。哭完以后啊，哎，舒服多了哈，回去就睡得着了。佛菩萨有真感情啊，佛菩萨念念啊，看着什么样的机缘能够度你啊。所以突然有一天啊，机缘来了，我把佛经打开了，看到《无量寿经》有一段话：人在爱欲之中。你们怎么这么熟？特别有感应。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代者。妄心啊，都只想自己啊，哪会替你想？你苦得半死，他也不知道啦。我们就有一个执着，你要了解我，你要体会我。而佛菩萨是契入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所以谈恋爱要找谁啊？一切菩萨为法眷属啊！好，佛菩萨，佛就是我们的父母啊，所有的这一些菩萨兄弟姐妹啊。那什么时候过佛菩萨的生活啊？现在就过啊！现在时时读经的时候，都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所以我们时时现在啊，能以佛菩萨的纯心去待人处事，你所处的境界啊，
跟其他人一不一样。所以十个人走在路上，十个人境界一不一样，相由心生。而当你的心真正放下的时候，执着放下了，境界才会转。你执着放不下，境界很难转。所以您现在假如觉得胸口郁闷啊，一定是你有某一些观念执着了。刚好那段感情结束以后，我到了一个地方啊，去教书。那个教书还不是啊，我主动的，所以确实很微妙啊。当你把执着都放下了，谁帮你安排啊？佛菩萨。当你念头一大堆哈，频率很杂乱，佛菩萨的磁场都加不进来，频率接不上。所以我所有都放下了，不攀求了。我本来还想做生意呢。那是过去生的习气啊。从小回到外婆家，我都是买一些像一盒，然后上面附了一张纸签，抽一张要5毛钱，抽2张1块钱，然后我花28块呢，然后收回来是40块，40减28，我可以赚12块。从小本生意做起。好，慢慢继续加码。好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可以回收120块，本钱80块，这个赚40块。所以你看，从小就很爱钱呐、啊，习气。那念头上啊，就一直断不了这个要做生意的念头。那佛菩萨很慈悲啊，明明加持让我缘分都不成熟，后来就比较老实了，不多想。结果不多想以后啊，也做了生意，做了大生意。因为我跟对老板，跟对哪一个老板？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种生意啊，好做。不用本钱可以白手起家。为什么不用本钱？其实宇宙啊是一体的、啊、很多道理啊不要想得太复杂，很单纯的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我的家人对我非常支持，我两个姐姐啊，从小特别照顾我。那后来我学佛以后，他们也很信任我。只要我跟我姐姐说：“姐啊，来给我10万。”她一定二话不说就给我了，她不会问我，为什么？信任嘛，知道你绝对不会乱花，会拿去用在该用的地方。我姐姐都可以这么做了。那佛菩萨呢？是吧？那佛菩萨有智慧啊，他不会拿给你乱花、啊、所以所有阿弥陀佛的财富，只要你的心同佛，愿同佛，佛的钱就是什么？你的钱嘛。福报本来就可以共享。所以人啊，求财富啊，要从自信去求。从自信求的财富特别妙。不要的时候没钱，没钱就怎么样？没烦恼。不然你有钱还在想它会贬值，还要跑去放在哪里才不会被偷，还是要去买股票，烦恼一大堆。所以不用的时候没钱，一用的时候呢，要多少怎么样？那你看多轻松。为什么要的时候就会来？阿弥陀佛送来。阿弥陀佛是谁？
当这一些有愿心的人，他的愿心一发出来，阿弥陀佛做安排。因为阿弥陀佛是一个人的自心，所以当人的愿心发出来都会相应的，所以一相应呢，我们有愿心，他也有愿心，缘就怎么样，就接上来了。所以这个要靠印证哦，所谓信解行证，学问有这四个阶段。而当我们的信解行融成一体，叫证。而你每一个体悟证悟，又同时会让你的信心不断的加深。所以我常常问同修说，你印证佛法哪句话？印证哪一句话？当你有印证，保证你有法喜，法喜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所以爱人者，人恒爱之。你有没有印证？我记得到海口两三个月，打电话回家里去，有一些朋友第一句话就问我，你怎么样？你好不好？因为啊，百闻不如一见啊，你不亲自来接触啊，听人家讲，有时候啊，往往是好事不出门啊，怎么样，坏事传千里，真是如此啊。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啊，我说来，这个东西是在海口买，在哪里买，好多亲戚不敢吃。为什么？很多报道啊，食品里面制造过程有很多问题，结果你看一粒老鼠屎就怎么样，坏了一锅粥啊。所以这个要很谨慎，我们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，都要做那个行业的表率啊，不可以拖累了一群人。那我就跟我这些朋友讲，我说我用三句话来回答你。第一句话叫德不孤必有邻，我只身一个人在海口，举目无亲，但是没有多久的时间呢，就一大堆好朋友一起来帮忙，不然我在那人生地不熟，怎么办事啊？都是啊，非常多的朋友的相助才行。第二句话叫四海之内啊，皆兄弟耶。论语里面也提到，公而无私啊，敬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。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是结果，要种什么因？时时啊对人恭敬，时时替人设想，你种了这个因，你感得的果报啊，就是如此。这个叫你要去印证。第三，责任的承担，成长的开始。确实啊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一定要经得起考验的，我们的潜力啊，就会怎么样，提升起来。所以在全国办的五天课程当中，我们就印证了，确实啊，阿弥陀佛会送钱来。所以在海口办第一届的时候，海口很热，那时候刚好我要回家一趟，教室只有电风扇，已经30多度了，我就在想，假如上课的时候每一个人手上拿一只扇子在那里扇啊扇，心怎么样？
都定不下来，正在那里烦恼。刚好有一位餐厅老板是他的太太跟我们认识，那就请我们吃了一顿饭。在吃饭的过程，这个老板就说了，他说你都讲些什么，我说讲弟子规，讲朱子治家格言。那老板听了很高兴，他说哇，朱子治家格言这篇文章太好了，你下一次回来讲课一定要找我去听。就聊得蛮愉快的，聊完以后呢，他就说了，今天我送你回家，明天我送你去坐飞机。那这个老板说话了，其他的同修就随喜了。在路上他就聊到了，他说我们楼上餐厅楼上有一栋，有一间会议室很大，可以坐100多个人，那个冷气特别强，刚装好的。我说能不能借我，他说没问题。在路上还说孔老夫子可以周游列国，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学生叫子贡。子贡怎么样？商人啊，很有钱。好，那我们视思明啊，听怎么样？听思聪，要听明白他的弦外之意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听不懂啊？哇，那听不懂，人家送钱来你还不会拿。人家诚心诚意送钱来你要拿，不是为自己拿。对，我们做弘法利生续佛慧命的工作，不管是弘或护，都不是为自己做。所以你那一颗心呢，大可放下，都是要关心的，不要呢考虑的太复杂。所以后来这一家饭店呢，我们也去上了8节课，他们也给我们一些支持，所以这个问题啊就解决了。后来啊，在那几天课程当中啊，他们都还派了服务人员帮我们倒茶，5星级的享受。上完课以后，我们要去签5天的整个餐费，那个是很高级的餐厅。要签的时候，服务人员说了，通通都付完了，吓了一跳。他说老板娘每天都把它付清了，1分钱都没有花。他的老板娘每天坐在后面听，听完每天都拜佛，进到佛堂啊就一直掉眼泪。他说这么好的教育我的孩子都没有接受，现在海口来了那么多老师，假如他们懂了将有多少学生受益。所以他很感动啊，每天都把钱付完了。谁是阿弥陀佛？一念觉悟，一念慈悲，当下就是阿弥陀佛，所以他就把钱送来了。所以这个连续办了几届啊，都没有花钱，都没有花钱。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啊，确确实实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是可以换的心。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你有这样的信心，你有这样的真诚，才能唤醒众生的真诚。所以我们到悉尼去的时候，那一个女士啊，她本来不想听了，后来想说不然我听1个小时好了，就进来了。一听啊，从头听到尾，听了3天。听完以后打电话给找她的朋友，他说谢谢你带我来听这个课。我第一天呢，本来就想走了，但是后来还是进来听了。他说啊，太好的课了，他受益啊良多。
所以本来主办单位是没有信心，但是后来我们也印证到，确确实实人啊，从善之心非常强烈，只是啊，没有人教而已。所以我们要啊，扛起这份使命。所以大乘佛法要遵循四弘誓愿，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有愿就有力。所以我们已经闻圣教，人生第一大福报是什么？就是学佛啊，就是能闻正法。儒家讲啊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真正把真相搞明白了，这一生没有白来。这一生啊，命运开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而不是随业流转。所以要转自己的人生，怎么转？一定要依教奉行来转。所以我记得一开始听经，老和尚也提醒我们要转经典，转经典，所有无量寿经的教诲要变成什么？变成你的生活啊，你的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样就会转。所以遇到名师很重要，因为这些观念先入为主，我们听完之后呢，全权福音，好好去落实。所以转得快与慢，决定啊，还是在自己的身上。好，所以老和尚也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尘愿再来？什么叫尘愿再来？当你的愿力大过业力，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生；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佛法很妙。当你觉悟以后，以前那一些过失都将成为菩提种。所谓转烦恼为菩提，不是自己转烦恼为菩提而已哦，之前跟众生的烦恼也变什么？菩提。你没有跟众生有冲突，那就没缘了，见面也怎么样？不相似哦，就像我们年轻，可能对父母做了一些不正确的一种态度行为出来，只要你真正学佛契入佛法，也可以把那一些不愉快转成什么？转成圆满。因为我身体啊比较瘦，因为容易紧张，你们要相信我说的话，真的，我很容易紧张。初中的时候，胃溃疡，还是我爷爷奶奶帮我送那个熬得很烂的粥来，就不能吃一般的食物，因为个性容易紧张。然后你一紧张啊，胃先收到讯息，所以就吃不胖。是这样的一个个性，然后五分钟热度，一下这边写一写，摸了一下又换另外的东西，所以我爸爸就搞不清楚我在干嘛。一两年的工作历程，我换了不少老板，把他们换掉，换了十个老板左右。那诸位同修啊，假如
我是你儿子，你会怎么样？所以看呢，要看存心。你不能只看他换来换去，你要看他为什么要换。因为人都有一段摸索的过程，所以我们当长辈啊，不要操之过急，应该给晚辈一些空间去摸索。所以我假如生在其他的家庭啊，我现在可能就苦了。我生在我父母的家庭，我才有机会摸索。所以我父亲跟我讲，他说你好好呢尝试，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，所有的损失呢他都可以接受。因为我一直在摸索如何找到一个工作是真正单纯的利益别人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，就找不到一样这种工作，怎么做就不痛快。所以后来遇到佛法，真正走上教育，哎呀，心安住了，特别舒服。所以我在推广文化的过程，很多朋友说，哎呀，蔡老师你太累了。我说不累，人哈，不怕生累。生累啊，睡8个小时一起来又是一条好汉，就怕心累，人生过得不踏实，没有目标，又生口意造作恶业，良心都越盖越灰尘越来越厚，那才苦。所以最重要是心要安，所以找对了路，心安，做对了事，充实了，自己又能够不断提升啊，法喜啊，充满。所以重要的是愿力要发出来。我们老老实实跟师长的教诲做，做一段时间，你就会真正明白师长为什么这么教。但是你一开始自己的想法太多，就障碍住了。这一点非常微妙，因为师长说啊，你把早课念48愿，晚课念32到37品，我就开始念了，也没有问为什么要念。所以诸位同学，那个净土圣贤录里面啊，特别容易找到什么人？老实人。有没有发现？你看那个锅炉匠，看到一位法师走过来，他马上呢请这个法师进来。法师啊，我太穷了，没有东西供养你，供养您一杯清水。接着呢，他就跟法师说了，人生很苦啊，我想要离苦，有没有离苦的方法？法师说有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哇，他很感谢，好好好，我就念。那接着又跟法师说，可是我这么忙，怎么念呢？法师跟他讲，你就呢敲一下，念一声，把方法也告诉他了，他就依教啊奉行。结果啊，在念的过程，他的太太看到了，跑过来跟他讲，他说啊，你工作就很累了，还念什么佛？别念了。他就想了一下，虽然工作很忙啊，但是一边念一边打铁，反而不累。所以他也不管他太太怎么说啊，继续打。打了3年，突然有一天就跟他太太说了，说我要回家了。他的太太嫁给他那么久，从来没听过他有什么家，
你回哪里去？我回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他太太觉得他怎么样，有点不正常，不理他。结果那一天呢，他就念了一首偈子，叮当叮当，久炼成钢，太平将至，我往西方。念完敲下去，站着就走了。那诸位同学，我们要善学呀、啊！你故事听完了，学什么？锅炉匠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？老实，依教奉行，而且他非常尊重老师，所以看到法师他很恭敬，所以恭敬得大利益。人的性德都从沉静心中求。好，还有没有？再来呢？从坚持做下去，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扰。我们在修学过程，旁边有很多人会给你不同的意见，可能哎呦这个方法更殊胜，你来学这个吧，会有很多的见解，会影响你的一种判断。所以一个人修学念佛法门能够坚持到底，这个、啊、是相当大的智慧，叫做不为他其所惑，叫大智慧。这一句教诲啊，是藕益大师的教诲。那藕益大师又提到，不妄想持主，叫大禅定。这一段原文是提到真能念佛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即大布施。真能念佛，能放下一切恶业，是大持戒。真能念佛，不复起贪嗔痴，是大忍辱。真能念佛，不烧间断夹杂，是大精进；不妄想持足，是大禅定；不为他其所惑，老老实实这一生啊，绝对不换了，你大智慧。所以藕益大师在《观经疏钞》也提到，纵使释迦牟尼佛来示现告诉你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，你也怎么样？不为所动，死心呐、啊，踏地，因为那个绝对不是释迦牟尼佛，是什么？魔说法，佛佛道统，所以他能够坚持不受影响。再来。王达铁、啊、他也证明了一件事，修行尤其修念佛法门绝对没有任何障碍，不管你从事哪样的工作，不管你的家庭状况如何，能不能影响你修学？能不能？你今天要禅坐，一大堆人来找你，你不能禅坐啊，但是家里的人都反对，你能不能修？你的一句佛号在心里念念分明就好，没有障碍。所以能不能在修学当中找借口啦？不行啦，王达铁都示范给你看啦。再来，王达铁不是指都能够一生成就，所以也告诉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任何一个人，甚至于是走在
错误的人生道上的人，都有可能在一念之间断恶修善，转迷为悟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明白啊，才能落实礼敬诸佛。那老和尚说念早晚课呢，我就持续在做。突然有一天呢，念四十八愿，念到体会了要用四十八愿变成什么，变成自己的愿啊，要体会阿弥陀佛念念为众生的心啊，纵使生子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啊。当我们的心跟愿能同佛，行为就怎么样，自然就转变了。所以因为老实，那时候也不会没有想到啊，会有这样的体会，到最后啊就得利益了。所以从名师受戒，这个戒是老师的教戒。所以俗话讲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因为师长就好比站在二十层楼，我们才站在三层楼，三层楼能够看到的景物有多少，就只有那一个高度所画出来的圆嘛。那二十层楼那看的就是清清楚楚，那我们讲老和尚建议的这个做法，你又看不到，那你还要问老和尚，我看不到，我不相信，那也没辙啊。要做了之后才能契入那个境界嘛。所以老和尚也说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，所以我就。因为师长的教诲说先讲弟子规，杨老师告诉我先讲三百遍三百场，我也没有多想就开始做了。结果讲了一年多啊，突然体会确实一经通一切经通，圣人事迹教化众生所掌握的做人处事纲领都是殊途同归的。诸位同学，不然您现在啊有任何一个烦恼，弟子规就帮你解决掉，相不相信？来，我们做一下实验，哪一位同修现在心不安，弟子规帮你安。那一天有一个同修就讲，夫妻相处怎么办？弟子规说的，言于忍，忿自泯，财物轻，怨何生？哦，你出去外面出差回来，就给你太太带一个小小礼物。太太一看，哎呀，走到哪都想到我，你肚子饿了吧？我帮你去煮碗面。那哪来的冲突啊？好，还有没有哪一句话可以解他的问题？凡是人皆需爱，恩欲报，怨欲忘，时时记住对方对你的好，对你的不好通通不放在心上，两个人相处一定非常的愉快的啦。你说那这样不是很吃亏吗？有这种计较的心啊，能不起怨恨都难啊。哎，您说。蔡老师，请问那个修不同的法门的同修之间如何和谐的共处？好，啊，请坐。这个老和尚啊，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所以我记得老和尚曾经也跟我讲，
他说他去接触九大宗教不同的民族国家，有时候啊握手还要左边贴一下右边贴一下，吃饭的时候还要用手怎么样抓。哇，你前面呢做了这么多努力，突然要吃饭的时候，哎呀，用手抓，不敢吃。前面的努力怎么样？你不尊重他嘛，他那个情绪就不好了，那怎么交往？人情不可服啊，要随顺人情。好，所以老和尚一样用手抓。这样你尊重他，他就尊重你，这样建立一个信任就好沟通，没有建立信任就不好沟通。所以当他是圣教是正教，我们随喜他，提醒他要珍惜，要更积极。所谓宁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好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但是啊，你要坐而无坐。好，你不要他告诉你说你可不可以借我认识佛教，你说不行，你是基督教不要看这个，那又太执着了。修行不管他修哪一个宗派，是不是这一生修的？不是啊，累劫修啊，过去生都有闻到佛法，这一生因缘还没成熟。所以当你表演的好，他会说学佛不错，所以你在很自然的把教诲把老和尚的开示送给他。所以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是基督教的，那相处了两三年以后他开始学佛了。我这一次要到大陆来的时候啊，他还拿了6000块给我，6000块台币，他说你帮我护持正法。所以说实在的，为人演说重要，演在前面，这个演就是造缘，让他对佛法有更大的信心，那他机缘成熟自然呢就会学了。他假如这一生当中其他的宗教比较成熟，那很好啊，那他可以升天啊，那你再去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回去度他，那很自然，因为他跟你相处特别融洽，特别信任你。那到西方极乐世界能于一念起遍游十方佛国，那你又何必执着现在一定要叫他信佛呢？再来，假如他是在邪道上，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啊强压让他接受正法，因为他会很有压力，甚至也会发生什么口角冲突。这个时候重点还在演，重点呢破邪怎么破？怎么破邪？你看佛陀在经教当中有没有骂这一个邪教，骂那一个邪教？没有，显正自然就破邪。一个人学过弟子规，他绝对不会被邪法所惑，他知道德之本在哪，孝道，入则孝，他的根就抓对了。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了在劝别人信，反而要赶快把正法彰显。彰显在哪？在我们的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让他感受到学佛的人真好。人愿不愿意自甘堕落啊？当他看到哇，你这样的人生才有味道，他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跟过来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先走出康庄大道，自然就能引领别人入康庄大道。所以障碍啊，在于我们坚持一定要怎么干，
而没看清楚缘分的状态。所以我父亲啊，他是大学毕业，所以又当了高级主管，所以很会分析推理。你要不要跟他分析推理？不要了，我们就做。结果这一年多来，很多的经历在我父亲的脑子里觉得叫不可啊，失意，所以自然而然他就相信了，他就慢慢了解到，原来宇宙的真相还有很多的部分不是他能想出来。我父亲现在每天都会听老和尚讲经，所以不要操之过急。好，那这节课先上到这边，谢谢。